我要再跟你电话多少钱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啦，如果啦，我真的啦，真的真的真的啦哦，要骗你不要骗你那个钱啦哦，现在我打给你有几分钟啊？大概有几分钟啊？有几分钟？你打我先，你打我先。我不知道，我要看我电话才知道有多少分钟。哦，你算算一下几分钟哦，一分钟。我也是。 哦，因为你要拿你的钱吗？现在我没有赚你什么钱，还有要帮位。哦，你们现在哦，你跟我讲话喽，要一定要有礼貌的，你明白吗？我有礼貌，我就是被请了，因为你被请是Mr. Choy害你的，不是我害你的，你明白吗？对，可是你们有讲，要请给我他的礼包，是如果他没有还给我嘞，我一定。 我一定给你的，因为我在email那边写了嘛。如果Mr. Choy没有给你，好，我一定用他的security deposit给你。我们一定要给你这样知道的很清楚的，我们做东西很清楚的，你明白吗？如果做东西不清楚了 ，IBC费这个公司啊，一定一定会吗？我的，你明白吗？对，可是你们讲拜师做给我，没有拜师讲要做给我，我没有。等下，我是跟你讲拜师先要做给你，但是这个东西让你们 email 我 email 来 email 去啦，很大的问题没有，我看我天天在看你们写什么，你知道？还有这个你们写给我的，你明白吗？每一个你们写给你什么啦？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。 哦，如果两个人讲 IBC 听不到我们讲什么，你明白吗？我要花钱要录你们的声音，来再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听一下，给 IBC 再听一下，到底我们是啊那个 Super Master 啊，怎样去做东西的，你明白吗？刚才啦，你的那你那个态度啦，哦，跟我讲话啦，啊，你知道吗？ 一样一样，我去骗你的，这个户口是你跟那个 Mr. Choy 啊， Mr. Choy 哦，他的名字他放假的名字咯，叫做啊李先生 Ken 啊 Ken 的李先生哦，你有打过去了吗？那个中国的号码，刚才有打过去了对吗？对了，我打过去了。如果我不要帮你啦，为什么我要浪费我的钱打给你？我不要打给你哦，你要明白我的。 处境现在我银钱没有钱拿嘞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拖这样久，跟你，但是呢，讲话好好，不是我拖到你，是 Mr. Choy， 不是那个电话号码加86131932883316，你每次打给打电话给他，问他那个账是怎样怎样，哦，另外我是拿住他的麻痹，他那个麻痹，对对，2423322的不了，如果发生有什么问题。 真的没有给你那个钱，我会用那个deposit给你，你明白吗？我是可以帮到你在这边不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我浪费我的钱啊，打电话的我没有讲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有浪费钱，因为我要面子的啊，你明白吗？你要什么面子？我要面子的啊。对，你们你答应我要做给我，你是没有做给我的。我答应做，你听我讲。 你拜我拜师天呐、啊，我要做给你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但是你没有给我的啊东西啊，没有礼拜给我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但是 Benny 但是给那个 Benny 单 Mr. Choy 啊，还有他的名字很多啦 ，Benny 单的，等下 Mr. Choy 了哦，等下都 weekend 了哦，好，那个电话你跟我 mention 的、啊，那个加86137942883316那个电话号码，然后。 哦，每一次你打电话追他的 payment 啊，几样是吗？哦，回来回去那个 email 我看到有问题了 ，IBC 再跟我讲哦，这个 Mr. Choy 的那个 Mr. Benison 啊，他回来的那个 email 啊，有很大问题啊，你要看好好咯，怎样去了解啊，去怎样去。 了解那个情形啊，不一样的。他先给你，那个他Y还是Benny，我不懂啊，还是签什么啦？我不懂啊，我不懂啊，真名是哪一个了？他先什么名没有给你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啦，我有包给IBC办了，因为我 <Okay. S 1> 我们在Suspect啦，你们是同一班人来的，我在他们那边讲。你们这样讲对不对？这句话你再重复一次，你怀疑我跟他是Suspect，你跟他。你想清楚，如果我跟他见了。
们最后要的时候，我收不到钱的，我跟他是讲了，你们讲什么话现在？这样讲根本都不对吗？我你们的卡怎么我以前没有钱拿你讲？我现在是跟他讲了，这样你们讲对不对？因为我他那边他跑，那你们这边讲我蓝交，我讲我跟你们讲跟他这些。没有，你听我讲，我都出我们是傻逼，你不了。如果有证据啊，我今天没办法电话给你了，你明白吗？啊，好、哦，你明白吗？你们这样讲根本就我来讲，我跟他傻逼、我跟他是在一起的，因骗你们的钱，这样对不对？因为你的我去来新加坡查清楚，我是跟他认识还是什么？我根本他跟他不认识的、哦。那你们这样讲根本不对吗？怀疑我已经现在怀疑我跟他是这样骗你们的钱。这根本就没有道理的。哦，没有道理啦。你有你的想法，两边。你明白吗？啊。现在我跟你讲很简单啊，我你有你的，你自己讲的，我们有我们自己讲的 ，IBC 在有 IBC 在自己讲 ，Mr. Choy 那个。Kelvin 啊，好，什么？那个 Kelvin 啊，你打给他那个中国号码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一样去讲那个东西，你明白吗？跟你讲什么？哦，因为我要清楚，如果我不要清楚了，我今天我不要打电话给你哦，刚才我跟你讲了吗？为什么我要浪费我的钱？我的钱不是捡来的咩？对，你们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，应该打给我，这是对的。我一定跟你讲过，刚才下午了。刚才下午你几点打给我？刚才下午我差不多三点多打给你。啊，我看一下那个号码的。哦，刚才你3:32，下午三点多大概。哦，是拜一天哦，好，好，对啊，今天是拜一天吗？对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在抓着我的球的账还没有好，对，没有空打给你，我一定会打给你，我抓得到吗？我打给你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我了解了，我的兄弟们还没有传过来。哦，你的 situation 是一样的，你跟我讲，现在你跟我讲，你说踹进馆会大概九点这样会送那个钱去你的银行户口。哦，对，他是这样讲，他是这样讲咯、我在里面我收不到，我会打给你的嘞。你不需要打给我，我九点多一点我会打给你的，因为你打给我没有用的，我不可以如能够清楚啊，录你的声音跟我讲话。你听我讲，我拜六打给他，我不是跟你通过电话咯。对啊，你不是讲啊，但我打给他，他没有听。那这下没有去 ，email 他没有来，到今天他下午刚才才打给我讲，你叫我放心，他会做给我，讲九点多时间会做给我，就是讲，如果九点多十点多我又收不到了，又要去追谁，他的电话很难打嘞，很难通过他嘞，你这边我又收不到我的钱，他那边我又收不到钱，你要我这样，你一定会被请的，我知道的，我一直追嘞，从。礼拜赢到现在 ，OK， 第一个礼拜还有全胜506平，哇，剩的500赢的他讲，下拜跟这下个礼拜的账一起算啊，哎，下个礼拜的账我也是赢，追到现在哇，钱没有付，没有传车了我不服，因为他电话，他现在奶奶有听到我讲那个广东话的吗？跟他讲话的吗？你